Hello，大家好，我是只淘老货的老货哥啊。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啊，又是一个让咱们高兴的日子啊，因为明天就是周末了啊，大家可以休息了啊。那么今天呢，老货哥呢给大家呢会让这么几件瓷器啊，大家呢有需要的呢就可以尽快联系老货哥。东西呢都是开门大佬，物美价首廉先啊。看呢，老胡哥手中的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呢，我们又管它叫做马克杯啊，也叫直杯啊。这个杯子呢，它是一个粉彩的啊，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我们先看一下时期啊。我们通过底呢可以看到写的中国景德镇啊，Made in China 啊，然后呢这个款式呢一般呢就是70年代的款式啊，可以确定的呢这是一个70年代粉彩的一个直杯啊，它的纹饰呢是三多纹饰，就是多子儿有16啊代表多子，然后呢有佛手代表多福，然后呢有蝴蝶代表多寿，也就是多子多福多寿啊，中间呢还会有一个大大的牡丹花，这个牡丹花呢我们管它叫呢富贵牡丹啊，也是花中之王啊。在这个杯子的上沿呢，会有这么几个开窗啊，会有四个啊，一二三四，四个开窗里呢都画有花鸟啊，画有2只喜鹊，它也是简单的画的啊，画的不是那么特别的细致啊。那么这个杯子呢，底下呢还会有一些纹饰啊，这些纹饰呢也是带有描金，大家看一下都会通体会有描金。但这个时期的金彩呢，它已经不是真金了啊，这个时期呢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电镀的化学金啊。那么这个杯子呢，它呢并不是一个全品，在流传使用过程当中，在这儿啊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飞皮啊，会不会给它做了一个金扇啊，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杯子呢是一点也不耽误使用啊，使用呢是绝对没问题的。胎质呢是非常的干老啊，大家看一下，胎呢非常干老，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真品的567的这么一个三多纹饰的啊，这个直杯粉彩直杯。那么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会上价格啊，今天呢也是周五了，还是非常超值的。一般呢像这种呢倒带的567的真品的杯子呢，价格呢现在都特别的贵，挂片好的、寓意好的上千块啊，一两千都是非常正常的啊。这个158块钱呢拿回去呢喝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老贺哥做的金扇也可以留个纪念啊，还是非常超值看的。第二件啊，第二件呢，大家一看呢就认识了啊。这个呢，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广彩啊，广彩瓷器。广彩瓷器的知识点特征呢，就是广彩呢，它呢烧坯呢是在我们景德镇啊，选用上好的这个瓷土，然后呢去烧制，烧制成型以后呢，拿到我们广州啊，广州呢找我们技艺高超的画师呢去填彩啊。广彩呢非常的繁复，大家一看非常的满啊，画片又满又繁复，然后呢上面呢还带有人物啊，这就是我们广彩特征。广彩呢都会。一般广彩的瓷器呢，都会有描金，这个金呢都是真金啊，真金彩啊，所以说呢，这个显得富丽堂皇。那么这个提梁壶呢，它的画的主要纹饰呢，也是属于我们一个人物故事画片啊，基本上呢，这种画片呢，就是属于咱们张生与崔莺莺的这个画片哈。这个呢还会有花鸟啊，画有大大的牡丹花，然后呢画有呢这个喜鹊啊，这吉祥的鸟啊，然后呢上面呢还会有蝴蝶啊。代表呢耄耋的意思啊，也代表美好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小小的壶上的画会有了很多吉祥寓意的纹饰啊，包括呢我们这个壶的上面的开窗，大家看了吗？哈，一个开窗，两个开窗，三个开窗，四个开窗，开窗里呢也是同样会有人物啊，会有花鸟啊。这个呢，整个非常小的这么一把壶上呢，会有了非常多的吉祥寓意。这个壶的壶高呢是15厘米，然后呢壶嘴到这个壶身的这个长度呢是15.5厘米哈，接近16厘米啊。这个是一把提梁壶啊，这个梁呢还是铜的提梁，也是一个老的提梁啊。别看细，但是非常的结实啊。这个盖儿呢，在流传使用过程当中呢丢失了啊。这个盖儿呢是一个后配的那么一个盖子，并不是这个壶上的这个原盖子啊。但是呢，效果呢还是可以的。这个包括这个摆放呢，也是挺漂亮的。给大家拍细拍一下啊，整个造型摆放呢还是非常漂亮的啊。在盖子上呢也是同样的会有人物，会这面呢会有花鸟啊，上面呢也带描金啊。这个壶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啊，这个呢，壶呢是属于一个晚清时期的啊。大家为什么是晚清呢？大家看一下啊，胎质啊，这个胎质呢非常糯黄的啊，这已经被美化了。从这面看啊，这面看这个颜色是比较逼真的啊。这个呢，但是呢，这火是红没有显现出来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晚清时期光绪时期的一个广彩的人物故事的啊，这个花鸟题材的这么一个广彩提梁壶啊。这个呢。还带有提梁，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壶呢，它并不是一个全品，不是一个全美品啊。在这儿呢，会有一个小飞皮儿啊，壶嘴上一个小飞皮儿。但是这个飞皮儿呢，处理了啊，基本上看呢跟原壶呢差不多，配的呢还是比较好啊，非常非常浅的一个小飞皮啊。但是我们底部呢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然后呢口沿呢也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啊，就这一个小毛病。再加一个非常超低的会上价格啊，就能把一把咱们晚清时期的人物的花鸟人物故事的提梁壶呢请回去啊，还是非常超值的啊，800块钱啊。那么。咱们再下一看件下呢，面。是一对儿咱们清晚时期的冰梅罐啊。这个冰梅罐呢，都是咱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么器物啊，人见人爱啊，确实是这个冰梅的这个东西呢，太好看了啊。冰梅呢，一般呢都属于呢，先用我们那个线描的方法呢，画出这个冰梅的样子来，然后呢，我们再用平涂的技法啊，
平涂的技法，然后把大块的留白，然后用我们的这个钴料，也就是我们这个青花料呢，去把它涂上啊，最后呢露出冰梅的样子啊，最后呢一烧制的，我们简称呢冰梅罐啊。这两个冰梅罐呢还是非常漂亮的啊，这两个小罐啊，个体不是非常大，但是呢它高度呢有 10.5 左右啊，它的镀净呢也是有 10.5 啊。两个小罐呢是全美品啊，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啊，口沿呢大家看呢非常的完整啊。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晰，但老破哥会给大家介绍，有问题呢会跟大家说啊。这个呢底部呢也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啊，只有我们烧窑出的这个小黑点啊，这小黑点啊。这个呢而且呢会有预见的保真的一个证书啊，这个呢通过这个查询码呢可以去查啊，这个呢都送点过啊，去保真过，这是卖家去保真过啊。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去保真啊，一眼开门的老货，这是一个光绪时期的，是没有任何争议问题的啊。包括它的青料的发色啊、画法啊，以及呢我们胎质啊，胎质呢从这儿看不清，我们从这个位置啊看一下，非常糯。我们从自然光下看一下啊，非常的糯，非常的干啊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呢没必要去保真啊。这个呢小罐也是啊，也是一个全品，底部呢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啊。然后呢口部呢也是啊，非常的完美完整啊，非常难得的一对小罐啊，非常漂亮。它呢这两个对呢非常虽然不是说一模一样，大小高低呢差不太多，所以呢我们也管它叫做一对啊。那么想要一对的呢也可以啊，想要一个的也单挑一个呢，我们呢就是价格稍微略高一些啊，就是1080元啊，单挑一个啊。如果一对要呢，我们就是人家就能把一对呢这个晚清时期这个全品的冰梅罐呢请回去。现在那个冰梅的价格呢确实一直在上涨，尤其呢这个真品的难得，美品的更是难得啊，有毛病的因为比较多一些，带冲线带磕碰磕纹的啊，像这种呢没有磕碰没有磕纹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啊，特别呢是能买到一对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喜欢的话就把它请回去吧啊。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个帽筒啊，大家呢有的呢朋友呢非常喜欢帽筒啊，帽筒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不错啊。为什么叫帽筒啊？帽筒呢是我们过去呢当官呢放官帽用的啊，所以呢它的品级等级呢要比一些的陈设器实用器呢品级等级要高一些，所以呢帽筒呢一直呢也受到大家追捧，特别呢是帽筒上面的这种画片啊，有的呢非常的吉祥啊，寓意呢也非常的好啊。这个帽筒的高度呢必须呢把它放厚点，要不太大，高度呢是28厘米啊，28厘米。然后呢它的口径是12厘米啊，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帽筒，大家看啊，非常粗的粗大的这么一个帽筒啊。所以说呢这个帽筒呢它坐实了以后呢它才稳啊，特别是口径大了以后它比较稳，这样呢我们放帽子官帽什么的呢比较稳当，不容易倒伏。看一下它的主画片啊，大家一看到这种画片呢，首先呢这种画片呢它就是属于我们一个浅酱彩风格的一个画片啊。为什么说是浅酱彩不是粉彩啊？大家要记住啊，在这里呢老霍哥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啊，也就是说粉彩新粉彩然后呢浅酱彩啊，它们的区别啊，咱们先讲粉彩浅酱彩还有新粉彩的区别啊。那么粉彩大家看啊，这个虽然是广彩的，但是跟粉彩一样啊，它也是用玻璃白打底啊，然后呢它这个彩料上呢都会有厚度。为什么有厚度啊？会凸起啊，因为呢它用玻璃白了，玻璃白呢是白色的啊，打上底以后呢再用我们的颜料在上面呢再混合啊，然后再调色，然后呢它一摸上去呢手感呢非常的突出啊，这个是粉彩。那么新粉彩呢啊，这个新粉彩啊给大家举一下例啊，新粉彩呢同样也是这样，然后呢它也是用黑线先描边啊，跟我们这种广彩还有这个粉彩是一样，都是用黑线去描边啊，描完边了以后呢去填彩。那么我们新粉彩呢就是不用玻璃白打底了，一摸呢它是平面的啊，直接勾完边了以后呢去填色就行了啊。但是新粉彩有的呢也不用勾边啊，你像这只公鸡呢它也不勾边，就直接画啊。但是呢新粉彩呢跟浅酱彩的区别是什么？新粉彩的它的色阶比较多，颜色呢比较丰富啊，各种颜色都有啊，这个呢是新粉彩啊。那么我们再说浅酱彩啊，浅酱彩呢它的颜色呢搭配呢是比较少的啊，一般呢就是主题色呢就那么四种啊，哪四种？就是黑、绿，然后呢赭色跟红色啊。赭色呢就是怎么描述啊哈，赭色就有一点点泛土黄色这种感觉啊，土黄色啊，像土黄色，这个可能看不太清啊，带一点土黄色这种感觉。然后呢红色一般呢就是这种四种主色调它们搭配出来的啊，这个呢是称为浅酱彩。它呢也是非常的薄啊，一摸上去呢材料呢会薄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蘸着材料啊，用樟脑牛
樟脑油，然后调色，在上面去绘画啊，直接呢画出来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浅绛彩，但是呢它的主干的纹饰呢都是由黑色的啊，黑色线条来画出来的，包括我们山峰啊这个线条，树木这个线条，还有包括我们这些绿色的草坪啊，它都是由这个黑色线条啊主体呢构造出来的啊，给我们的感觉呢就像一幅呢中国的水墨的山水画。所以说浅绛彩呢就跟我们中国山水画是一模一样的啊，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画片呢跟我们山水画啊水墨山水画呢非常接近，那么它就是浅绛彩，它的颜色呢主要就是黑红绿赭啊四种啊色阶。大家今天记住这个知识点了吗？以后再区分是粉彩还是浅绛彩啊，不要让人笑我，好多的买家呢把新粉彩呢叫做浅绛彩，这是大错特错的啊。啊，我们这个帽筒呢，它你看画的画片呢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我们现在解读一下这个帽筒的画片啊，这个画片呢画的呢还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呢画的非常的潇洒，构图呢也是比较好看。大家看一下啊，从这个远处啊，从它的右侧的远处，远山，包括呢这个帆船上面还有这个渔民啊，这个呢还有在这个下面呢会有一个人物啊，大家看人物呢，也叫高士啊，一般呢我们都管它叫做高士图啊，隐居山林的高士啊。啊，手拿了一个拐杖啊，这个呢是通往回家的。远处的远山呢，它使用的手法呢，就是有这个劈麻村跟斧劈村。斧劈村的方法呢，就是看呢会有一个斧子劈下来这种感觉，然后呢上面呢是用劈麻村的手法啊去绘制的这个远山，啊，再远处的山呢，那么画的就不是那么细致了，有点像我们桂林山水的这种山峰啊，比较呢险峻啊，好看啊。然后呢看近处呢会有一棵主干树啊，一棵主干的一个大树，大树上面开呢各种的红花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典型的浅绛彩的一个装饰的手法啊，包括呢近处下面的这个房屋啊还有了一个宝塔啊，再看啊，看这一侧的这个草坪啊，包括凸起的这一块啊，绘画的呢都是非常的潇洒啊，一般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绘画功底的话，是很难把这个山水的人物的画片呢表现的这种大气磅礴淋漓尽致啊，特别呢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啊。然后呢在它的最上方呢会有一首题诗，这个题诗的呢确实是我不太认识这几个字啊，有高手呢可以解读一下啊，这个题诗呢它的繁体字认识几个字，但是连贯不起来啊，也在这里就不读了啊，怕大家笑话。但是这个呢应该是属于江西，后面是出品啊。然后呢底下会有一个底款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底款的印记呢也不清了，但是呢有一个字能看得非常的清晰，比较清晰，这个是一个造字啊，一个造应该是四个字，这有一个造字，然后侧光看呢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字不是美啊就是意啊，这么一个四个字的章款啊，这个呢也就是说一般浅绛彩呢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说明这个人的功底呢非常深厚，他呢是诗书画印啊，底下的印啊都齐全了啊，这是我们浅绛彩的风格特征。在我们这个帽筒的口部呢也会有描金啊，大家看啊，这个描金呢已经使用脱落了啊，这个帽筒呢是从国外回流回来的啊。为什么说呢啊，因为呢我们的老外同志呢在我们这个帽筒的后边呢底部呢打了一个非常小的小孔啊，特别小的小孔，干什么用呢，穿电线，然后呢上面呢弄了一个灯罩啊，灯架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老外惯用的手法啊，当成一个灯座了啊，确实是老外呢是非常会生活的啊，这么用这么漂亮的一个山水画当灯座呢，确实是比较奢侈一些，也正因为是老外才把我们好多的瓷器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如果这些东西留在中国，有可能呢现在呢大家就见不着它了啊，因为中国的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呢跟我们这个七八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动荡呢会让这些瓷器呢都破损掉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老外的啊，老外呢确实为我们保存了一大堆的这个文化遗产啊。那么这样一个帽筒啊，整个呢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口沿呢没任何的磕碰冲线，那底呢也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这底呢也是十分的干老啊，大家看啊，非常典型的民国时期的这种胎哈。而且呢画片呢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并不像我们国内的这种画片呢发旧发黄带冲线什么的脱彩哈，因为老外呢他呢是比较爱惜的哈，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呢也会有隔离光，大家看了吗，彩虹的光晕不是很明显啊，所以说保存这么完好的一个东西，就除了后边一点点的一个小孔啊，这个呢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市场价格，按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帽筒这样的品相的话，这个帽筒的价格呢应该在4000块钱左右啊，或者是更高啊，因为呢画的太漂亮了啊，这个山水画、啊、确实呢大气磅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市场的低价啊，如果有缘的话啊，这么一个画的非常大气磅礴有意境的一个山水人物的这么一个帽筒呢请回去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可能对这个字啊，字从左往右数呢会有疑义，说是这个呢是解放以后的啊，错了，大家听老霍哥给大家解释啊，这又是一个知识点啊。一般呢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呢，有一部分的瓷器呢是从左往右写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啊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成对儿的
帽筒，成对儿的大屏，好多呢字呢是从左往右写。因为啥？因为这个帽筒呢是放在左面的一只啊，放在右面的这一只帽筒呢，它呢是从右往左写啊，这样呢是真正的对儿啊，这叫一对儿啊。咱们好多的帽筒啊跟大屏啊都是这样的啊，一个从左往右写，一个呢从右往左写，这样呢成对儿啊，这样呢是真正的一对儿啊。所以大家记住，不要说字体呢从左往右写呢，就是现代的啊，就是我们解放以后的，这是大错特错的啊。那么下面这一对帽筒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老胡哥说的一个从左往右写，一个从右往左写，成对儿的啊。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那么感谢大家呢对老胡哥的支持啊，也希望呢大家呢能收到更多更好更实惠的啊老东西啊。那么谢谢大家。